射炮兵方队来自某集团军装甲团，该型武器是防空导弹与高炮结合的地面防空武器系统，射击速度快，命中精度高，抗干扰能力强，可有效抗击低空目标。随着先进预警探测系统、火力打击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的不断发展，我军地面防空体系作战能力明显提高。